台北地方法院函请点并许可羁押委员苏正清、廖福栋、陈超明一案，共党团同意列入临时报告事项，予以许可羁押。借我们过一下，借我们过一下，借我们过一下，借我们过一下哈。一旦案卷来到我们法院的时候，有一个合理的期间，就是法官阅卷的期间，包含律师申请阅卷的时间。那这些时间都是在合理的所谓的候审的期间。合议庭法官在讯问完之后，决定之后，也都以最速件的方式来做后续的处理，特别是包含要征得这个立法院的许可。所以本件的部分应该并没有律师、辩护人他们所争执的说所谓的不当的让这个被告在我们候审之羁押停留过久的情形。